对我无爽快哦，我会叫医生。李先生，不是你无重要，是我真正伤过痛，我才会选择逃避，煞袂记你的心嘛，伤到脆骨骨啊。子珍啊，杜医生讲哦，悄悄输血啦，啊，不是个白体现象啦，即马送你急救啦。这是真心输血才会发生的，悄悄孤立呢？子珍甲悄悄要哪有关系啦？啊，即马人拢伫咧招，都叫子珍单亲，还佫有悄悄，啊，做伙去做亲子鉴定，唔就好啊？金玉只是你的假仔囝呢，啊，你要害遐济啊？为了要让你安心，所以我甲曹源都同意安尼做。若是去让外人知影一个那样用的，比前世的待遇搁较好，那安尼我的面子是要靠倒位去啊？不用谢，跟我。查某囝是我的，你凭啥甲我做大？你，哎、欸，你只是一个输家后生，你是凭啥要拍阮爸？拄只你因看白汉良的感情，美苏敢那家己有真大的冤仇，啊，伊对白汉良的态度，那会汹涌转变影尼大？你对我无爽快哦，我来叫医生。李先生，不是你无重要，是我真正伤过痛，我才会选择逃避，煞袂记你的心嘛，伤到脆骨骨啊。子珍啊，杜医生讲哦，悄悄输血啦，啊，不是个白体现象啦，即马送你急救啦。这是真心输血才会发生的，悄悄孤立呢？子珍甲悄悄要哪有关系啦？啊，即马人拢伫咧招，都叫。子珍单亲，还佫有巧巧，啊，做伙去做亲子鉴定，唔就好啊？赶死你啊！你想要来吃怕伊某嘞？我知啦，这得拜米姑传的啊。所以要去拜米姑。啊！你要来看米姑，唔得甲我讲，米姑，爸爸来救你啊！啊！大富贵官啊！啊